你穿一般都多少钱？两百三百都有。那你之前是穿什么？穿 BG6 没有，我不知道，就摩雅的那个胜利都可以啊。好，我跟你建议，我们就是都穿。OK 啊，我现在二十六，对，好，因为我放在这里，他说我这个。这个太近了，他穿他们那个电脑什么穿没办法穿，因为这个是工厂拍啊，线格，对啊，这比较密，对，比较密，你这个大概是八十二。我网站或近景可以去网络上买的，这个这种那个什么，就不知道可不可以，很小，我穿穿看，可以穿。对啊，不，如果不行就没关系。好，我再带回来。哎，啊，好啊。 这样子要，没关系，我拿牌子再算钱。好，忘记。好，OK。好，我帮你穿26磅，NTG98的。OK。好，到时候呢，带的。那个是耐打布的，很不错。OK，好。好，你就找找看。啊？NTG98，耐米的。乖乖的，一般就是NTG98，NTG98。六六什么？NTG跟Nano耐米。 这个横线打平量磅数的话，那就比较接近，纵轴距也很好。我了解了解，OK，好。那个，铁柱呢，现在是很有名的，现在很脆，很好的，现在那个线是高磅30磅的，一种是高挑的，就很明显没有一线。 30磅，很容易断啊。OK，好，麻烦，谢谢主任。对对对，对啊，不是你年轻人那个。你看多大？二七零三，你看多大？我看。我知道。 声音也很小，六八磅都没有人管。哦，对啊。你这样，对啊，二六就好。你怎么称呼啊？我阿诺啊，阿诺，哎，阿六，哎，我一直想要。
可是你们都是晚上哦，对，上班啊。了解。麻烦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。因为我每次也沟通，近三次就又问到他了，他说就是有你朋友那些，对，你是拿去麻烦，对，你是跑腿而已，不然我。